个分数，看我们手上拿的这个就是红外感应还是重力感应的这种，反正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感应器，就可以直接打分。然后我们每一轮淘汰两个人哈，有两轮，第一轮就淘汰两位，然后我们都会为送上非常精彩的非常精美的小礼物。我们先试一下好不好？先准备好之后，我给我试一下，然后我们就先开一轮，好不好？好的。啊，没有听规则是吗？好，我再说一遍，我们就只要拿着这个手机哈，我们在座的我们在场的六位来听我再讲一下规则。我们拿着这个手机，等一下呢，我们的视频上会有这个人在跳舞，我们就学他，然后你们就自己舞动，然后我们现场大屏幕上就会给分，知道吧？就非常非常的简单。然后我们第一轮对会很开始，然后你们每个人都有名字，然后我们这边工作人员来一个好不好？了解这个的工作人员到我这边来一位。 OK， 等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哎，这是你们六位的代号，你们先自己确认一下哈。啊，叫什么？你是什么？ Robbie。 Robbie 翻译一下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啊。好，这位叫什么？跟我一样的英语水平哈。文艺青年啊。文艺青年还蛮像的哈。我叫甜心。甜心，好，欢迎甜心。王仁。什么？狂人、啊、狂人，这是不是你刚刚自己就是跟那个一边抢来的是吧？这位朋友，宝贝儿，哎，好，来，这位美丽的女孩子，小清新，小清新啊，好，为什么没有人笑？大家都觉得是这样子哈。来，这样你到中间好吧？你到六位的中间啊。OK， 那如果准备好了哈，我们后台准备好了，给我试一下，我们就先开始第一轮。这个宝贝儿、小清新、什么 Rabbit 狂人，都准备好了没？开始了哈！好，三二一，开始。哇！动作一定要到位啊！我的天！哎，你们看不到他的表情，你们知道吗？很棒。屏幕上方的就是他们的分数。哇，抓的也不错。甜心，你在干什么？甜心，甜心加油，永远是他。哇塞！
谢谢谢谢，这是就是这是可能给甜心一次机会。甜心是哪位？甜心你在干什么？你刚在跳吗？你刚才在跳吗？就是你可能等一下看出来是零分哦。不会吧？应该是，我觉得刚刚你们台下的观众每一个都是错的，我还以为你这是不是错了？你这是不是有问题？对对对，我这手机可能有点问题。我的天，好好好，刚刚谁跳的最高？有没有看？怎么还出汗了？来，我们这边先面向观众好不好？我们啊，等，我们稍微给这边一下时间，我们调整一下好不好 ？OK 了，已经在处理了吗？好的，稍微给我们后台一点点时间哈。刚刚大家觉得哪一位跳的是最好的？小清新，是小清新吗？甜心，甜谁说甜心的？谁？我看一下，哪个说甜心的？男的女的？啊？还有谁？狂人没有人支持吗？这样？啊？有没有？还有我们这一位是宝贝儿啊，宝贝。啊，宝贝没有人支持也正，哎，宝贝有人支持吗？有人吗 ？OK 了吗？好哈，那我们的分数啊还没有进，那我再聊一会儿。好，来这里，好，我们继续。哎，等一下，甜心呢？最后一场甜心怎么都没有了 ？OK， 那我们看一下，哇！恭喜小星星，然后也恭喜我们甜心和宝贝哈，甜心宝贝来上前一步走，对不对？甜心宝贝来往前一步，你有什么感想？怎么样？你不服对不对？就差一点，就是倒数第一了，是这意思啊？来，那个我们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厚的礼物哈，这两位呢就是第一轮淘汰的，我们总有两轮，先有请我们小姐姐为我们献上第一轮的小礼物好不好？非常非常可爱的礼物，等一下你们收到了之后也会非常的开心，来有请，哇哦，对，有请，来我们第一轮淘汰的两位同学将获得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这个小礼物，谢谢你。你随便挑选一个，这个为大家讲解一下，就是你看到的玩偶。来，好，谢谢你，谢谢你们两位，好不好？谢谢。好，谢谢。来，我们第二轮，这一次评出一二三四，好不好？好嘞。这在台上捡到一个簪子啊！等一下，刚啊，一同学簪子落在台上了，来领取一下。好，来我这边。来，我们第二轮开始，好不好？三、二。一，来，我们四位准备好啊！来，四位加油，开始。哇，这个难度有所增加啊。注意头型的甩动啊，发型也跟上。这一场一直在侮辱上一场的宝贝，还在名单还在上面，然后一直在打叉。哇！不、哦！狂人不！文艺青年加油！
小清新加油啊！小清新怎么还跳没了？加油！哇，谢谢，谢谢四位，来，让我们看一下哈，恭喜，狂人是这位，哎，让我们看一下哈，最终的，这是最终的结果了，对不对？为什么宝贝还在零分？OK， 可以了，对不对？哇，超酷，还想跳啊！好，再一次恭喜我们四位，那也有请我们的李英小姐姐为我们四位送上我们最终的礼物。来，先是我们四等奖和三等奖，文艺青年小清新，来，两位上前一步走。来，我们三等奖，啊，三等奖是双份哈。好嘞，好。谢谢，哎，等一下，小姐姐 ，OK， 好，那个小的哈，来，这个大的是我们一二等奖的哈，好，一等奖狂人，二等奖这个什么 Robbie， 好，谢谢，哎，等一下，来，什么情况？这个现场，你要给我一个耳机或者什么玩意儿？这个就送个可爱的东西，哦，对，手机也行，可爱的东西就。然后你有什么话想说？没有什么话想说。啊，我还以为还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然后也不错了。谢谢四位，谢谢。好的，那在这里啊，也要感谢我们的环球雅思赞助的精美礼品。那环球雅思坚持以学生为核心，一手抓